所以说那天晚上我自己打车8点多钟，把孩子就是搞在这个城里面，因为应该是保安那儿吧，对，搞在那儿。我现在我搞这儿应该儿童医院应该可以帮我。说这些不知道，说完以后孩子是得能找我，没办法给我爸打。家里没有能力找你？家里没有，我妈也干不了活，我妈是肺心病，再有我爸2015年的时候也得了那个脑血栓。